你要是躲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绕一圈，让我们看看这42码的大脚。这里呀，好痒啊！回家路上也可以享受。你们这个服务啊，光脚好还是穿袜子好？嗯，哪个效果更好？都好，都好。肚子疼。发型都乱了。看来养的还这个程度还不够吗？不躲了。下次我们要牵一只金毛来。吃不住啊！我们要家里成了，看来。太妥了！不要！哎呀，好痒！哎呀！让我们看看这42码的大脚。这里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啊！这面吗？你再这么挠，我就过去了。又要过去了？这么长时间，你哪里过去了？受不了了！我没劲儿了，饶过我吧！五星好评。好，让我们看看这42码的大脚。